晨晨，晨晨怎么了？做噩梦了吗？嗯，对，是噩梦。没事啊，宝贝，不哭啊。梦都是假的，梦都是反的，醒来就好了。对，一定是假的，醒来就好了。嗯，晨晨不哭啊，不哭，妈妈在呢啊。没事的，不怕啊，会好的，一切都好。外公外婆，爸爸和哥哥怎么不一起去呀？宝贝，爸爸有很重要的工作，所以晨晨哥哥要留下来陪爸爸。哦，那学校会想爸爸和哥哥的。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去哪儿啊？让妈妈不要我走。晨晨，你在胡说什么啊？爸爸不能跟妈妈分开。晨晨，你先回房间等爸爸好不好？不啊，你不去我自己去。晨晨，妈妈，哥哥和爸爸真的不去吗？师傅，走吧。妈妈，不要丢下我！妈妈，哥哥，妈妈，哥哥在跑，快回来！妈妈，快点！妈妈，妈妈，我们等等哥哥，哥哥在跑，他在追我们。晨晨，哥哥好可怜。师傅，别停，妈妈，走，我停下吧。妈妈，晨晨，不要离开我，妈妈，不要离开我，妈妈，不要离开我。哥哥看。累吗？累，我也想。都知道要护着我，谢谢你啊，晨晨。因为晨晨爱妈妈。好。晨晨。我要妈妈。妈妈没有走。妈妈只是带着妹妹离开一段时间就会回来的。你骗人。朝着你的方向狂奔，穿过时间的迷宫，你还在我心中。有太多的相逢，来去太匆匆，忘记了曾经有过的心动，这分钟的心动。这个炒酸笋怎么放点辣椒酱啊？不下饭呀、啊？我特意没放辣椒酱。最近你夜里头总咳，就是换季天干火大，就少吃点辣椒吧。浩宇啊，喜欢吃咱们做的这个辣椒酱，
上次带回去的我不知道吃完了没，过会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看。待会儿吃完饭，我给思乐打电话问问他啊。好。爸，妈。哟，真不康念的，不打招呼就回来了。爸，萱萱。外婆。哎，萱萱，哎，就你俩回来的？浩宇和晨晨呢？哦，浩宇他最近工作忙，我就自己带萱萱回来。好，那正好吃饭了，我给你俩拿了碗筷子。哎，自己拿这么大的行李啊？我想多住几天，陪陪你们俩。哦，萱萱，萱萱怎么有点不开心啊？妈，我去把行李放一下。萱萱，外婆带你去吃饭。哦。哎，人呢？他进屋了，可能是累了吧。来，快坐来，萱萱，外婆带你吃饭哦。妈妈，不要丢下我。晨晨。也不知道晨晨现在怎么样了，应该把他一起带过来的。思乐啊，妈。萱萱估计累了，在我房间里睡了。哦，你趁热把这个喝了。又是鸡汤。哎，这个补身体呀。嗯。怎么了？嗯，没什么胃口，喝不下。那不想喝就算了。嗯。妈给你聊聊。你想聊什么？你跟浩宇怎么了？我跟浩宇没什么。没怎么，没什么。你有事儿可别瞒着妈。我能瞒着你什么事呀？哎呦妈，我就想回来住几天，不行。没什么事儿就好啊。哎呀，妈悬着的这颗心就放下了。嗯，没事啊。嗯。哎妈，我真的有点累，我躺一会儿啊。啊，那行，那你快点躺着吧，我再去看看萱萱。这边由我守着，家里还有孩子。浩宇啊，你先回去。其他几个股东拒绝私下会面商谈。宋总，我们只有不到十天的时间。宋浩宇，我们离婚吧。晨晨在里面吗？晨晨，杜晨，孩子怎么了？这孩子一天都没吃饭，我就煮碗面的功夫，他就把自己关到屋里不出来了。给我吧。哦，好。晨晨，是爸爸，先把门开开好不好？杜晨，备用钥匙放在哪里啊？啊，在下面。那去拿去。好好好。晨晨，我们晨晨肚子应该饿了吧？来，我先把面吃了，好不好？爸爸，我知道我解决不了问题，可我就哭一小会儿行吗？就一小会儿。来，晨晨，你想哭可以，但你不要自己一个人哭好不好？让爸爸陪，啊？爸爸，我想的，我想妈妈和妹妹。